啊，我这个年龄，父母跟老师都在了。啊，但是不能忘记，我们每天做早晚课，啊，早晚课不能忘了父母跟老师，啊，每一天早晚课拜佛。一点不要忘记有一句，啊，我们自己代替父母师长，历劫冤亲，即一切有缘众生，礼佛三拜，求生净土。念念不忘啊，每天早晚功课，功课什么都可以不做了，这个三拜不能不拜，报恩呢。啊，现在大家不要了，我们要啊。为什么我们不要啊？极乐世界去不了，学佛要离开孝道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决定是假的。我们自己要做到。啊，念念不忘。